超厉害，他连题目都没写。所以哦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讲哪一题啊？他题目是什么？看图就好。看图就好。这个自然书叫什么？把它写下来。你不是拿着考卷上班？为什么你要来看别的考卷？你的考卷跟别的考卷不一样的。加什么？加什么？说说二 x。我会给顾那。在那个。你可以拿圆规。反正你就看。所以要讲到一个重点哦，开口向下一定会小于零哦，所以这个小于还蛮明显的。啊，他问那个 C 啊，Y 轴交于 A 那个在哪里的话呢？就七点哦，那个点叫什么？那个点坐标叫什么？C 点，那个点的坐标，坐标都有两个嘛 ，x 跟 y 嘛，那个点的坐标叫什么？那个点是这个二次函数和 y 轴的交点，对不对 ？y 轴上 x 都是零嘛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一边 x 带领进去的话 ，x 带领进去 ，y 就会等于 c， 所以这个点坐标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叫做零 C 嘛，哇！我老听到迄来自零 C 的声音啦，所以把它写下来。零 C， 所以叫做啊，写下来啊，你写下来、啊，你这是太空人诶，我们下面在下底啊。啊，所以就是符合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下面。在下面所以是负的。哎呀，别动！没有。